大家好，我是野猎肉，欢迎回来《暗黑破坏神二》。那我们就接着上次的记录吧。我们上次打完了巴尔之后，我说还有一集嘛，我们选普通难度。这一集将给各位带来的是母牛冠。对，这个母牛冠就是要拿到这个威特之角。这个在我忘记第几集，好像第一集还第。就是前几集我就在救老头子的时候我就有说了，对，我有特别先拿。那这边我把背包也做了一些整理，我们就要开启母牛光。那今天这一集就是母牛光，对。那在这边稍微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我终于把我要的东西弄出来，就是大宝宝，大的银行包。各位有没有看到？共通银行包，这样子我就会想要往分身了，对，共享。然后以及技能重置，对，然后还有点数重置。那基本上我点数重比较不会重置啊，比较会重置的大概就是技能，因为我技能会把。多余的技能已经点到暖气，但我后面如果只要一升级，我就会点把暖气的分配值都分配过来。对，那这就是我用出来最后用出来的单机模式的 mod。我先跟各位讲，这个 mod 只推荐于单机，我会把一些相关的资料放在下面连接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就开始吧。只要有这个威特之角加闯兽魔直接合成，它什么都不会显示，可是它会开了一道门叫做秘密母牛关卡。那我们这一集就是来探索这个地方。与其说探索，不如就是说我要把这边直接做掉。母牛关。是一个隐藏关卡，那讲白了，它就是拿来给你，要说练的还是打装备类型比较适合，我觉得都可以吧，应该都可以吧，各位，我不清楚啊，因为这个隐藏关卡的设定，其实我也不怎么了解，对。这个隐藏关卡设定我真的不太了解。然后在这边稍微再跟各位边聊一下，就是关于符文的问题，因为有人留言特别告诉我说那个符文啊是有顺序的。对，我的符文没有错，可是我放的顺序是错的。对，那母牛关的部分，如果你在没有就是陷阱。那知道哦。接下来这种骨头啊、宝石我都会留着，因为我开始会收集癖了。我的收集癖会很明显的就会出来。那这个母牛关要跟各位稍微讲一下，就是母牛关，它只要你在没有打死最后一只母牛的时候。对，为什么叫母牛关？就是因为母牛是最终 boss 嘛。那你如果在没有打死他的状况下，你可以一直进来刷，对，是可以一直进来刷。对，那普通难度下我是觉得就打掉吧。对，就打掉吧。应该说，以我目前这样玩的。进度来看，其实打掉就好了。对，因为我不知道我会玩多久啊。有冰封球真是行动，一颗冰封球全部搞定。对，母牛光大吗？我不知道，我已经忘记了。反正现在就是一边探索一边到垃圾。对，所以符文的部分就是各位请记得一定要按照顺序，对，它是有顺序的。
就一个洞就不要。我们继续探索，继续往牛光打。普通模式下的牛光，一滴打，好多就是简单。I am overburdened。可是能力好像都没有很好，因为我发现我是不是我是不是应该把水丢进去会比较好？对，我觉得我把水丢进去好了，不然包包动不动就满了。都一都一，是这样念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当轻轻松松。可冰封球通通死去，这里就是打这些木，看起来很无聊。哦，但是他们的攻击力很高啊，不是开玩笑的。以前为什么会知道母牛光是有上网，就是有看到别人，对，有在打。那就是，所以就好奇，就上网爬了，然后于是找到了母牛光洞隐藏光卡，这算隐藏光卡吧？对啊，这应该算隐藏光卡，毕竟这本来每次的更多都是知道的这种。直到目前为止，我所看到的母牛，我所看到的母牛都是一般牛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哎呦呦哦哦，原来母牛之王在这哦，不好意思啊，那我就直接把你打死。就是这一只母牛之王，只要把这只母牛之王打死后，你之后就没办法再开启这个。所以，如果各位你要在这边刷刷装啊，刷什么东西，特别来要刷的话，请务必哦看到这一只牛，跑，跑 跑就对了，对。跑就对了，就是不要打了。对，就是不要打了。但是我选择打掉啦，对，我选择打掉。有一个插槽，一个插槽都没有。嗯，我记得都是要两个插槽，对，才会有用。老样子，继续探索。这边稍微顺便说一下，就是我之后的打算，就是牛牛光玩完后，我之后的打算。对，之后的打算就是我因为我已经有了，我已经有这个，连灰子都得捡一下看一下。哎，两个插草军刀看起来不错，这种就留着吧。I can't。好不好嘛？差不多，差不多。我开始会留一些可能关于下一支会玩的角色的一些装备，或者是就是因为现在银行包已经开起来了，mod 已经开起来了，所以之后啊，我基本上应该会先我基本上会先玩地狱模式，就是噩梦模式啊，不是地狱模式，地狱模式是看到就是我法师啊，我会继续玩。我会先玩到玩下一个难度，那下一个难度就是噩梦模式。对，开场前各位应该有看到，我已经可以开启噩梦模式。那噩梦模式我也会录制给大家，对，因为
它录制方式会稍微有点不同，这个到时候各位一看就会知道了。对，哎、欸，两个洞哎、欸，可以可以，两个洞的都留，两个洞以上的徽章都留。然后因为吸取了一次教训后，我大概知道怎么用了。那希望下一次我在做符文的时候就可以，对，就可以直接成功的。对，那就是下次再说咯。这么早，看不错，这个才对。对，所以下一集啊，我将会录制的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地狱模式。对，要不噩梦模式啊，不是地狱模式。对哦，录制的方式就是之后各位一看就会知道了。对，我会稍微改变一点录制方式，因为现阶段我是配合着直播来录制的游戏，对。可是我想一想后，我觉得直播还是算了吧。对啊，毕竟我本来就不是一个高玩，对啊，直播大家也没办法跳着看。那我不如把拓荒的部分也拿来一起呈现出来。对，如果一起呈现出来的话，这样子各位想看什么就看什么。对，我也谢谢那些有留言给我，就是告诉我说符文的问题的同学。对，我真的很谢谢你们，因为你如果你们不说，我真的永远不知道问题到底是什么。对，我非常谢谢你们，对，留言真的非常谢谢你们。我只能再次谢谢你们。虽然都是普通的牛，可是他们钓的东西其实都还蛮多的。对，这边再稍加做最后一点点的探索，就差不多可以 ending 了，因为其实真的没什么啦。对，有牛光其实就真的没什么，其实就是给大家无限刷装备。对，而且这边掉的装备要说好吗？我觉得应该不错吧，不然怎么可能大家都以前那么喜欢刷牛光？我也不知道。对，我这个我真的就不清楚了。不过差不多了啦，看起来差不多了。对，看起来差不多了。蓝桶，我看一下一个插头。那还有一个小伙伴。好，那么我们母牛光今天就演示到这吧。对啊，就是那只母牛打死之后，这个门就不能再进来了哦。对，出去后就不能再进来了。所以确保哦，如果你要继续刷的话，是不要把那只母牛打死。应该说，你下次再进来的时候，应该就没有下次了。对，之后就没有下次。对，正确来说是这样的。对，好，我们这边稍做一些准备，好，我们就做个 ending， 然后这边稍微说一下，就是其他东西，其实也没什么其他东西了啦，就是 mod 开出来后，我要呈现给大家的东西这样子。是绿色法，这样子稀有法上加两个插槽，这样可以吗？对，我还蛮好奇的，就是我知道灰色物品。对，可以插两个插槽，插对的插符文后，它就会变。那如果是这样子呢？如果是有字的，插两个洞，插下去行不行？这个我就不知道。我希望如果有人看到我的这一部影片的话，告诉我说这个到底行不行？因为如果行的话，那这个东西我就会觉得，也不是觉得怎么样，就是对你懂的，就是我会觉得还不错，就只是觉得还不错，然后就开始会更加去注意更多的东西。那我下一支先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如果真的会玩的话，我会玩亚马逊。对，先跟各位讲一下，就是我下一支如果有玩到的话，我会玩亚马逊。那亚马逊的话，我玩的部分就是以那个什么那个弓箭为，
哎，就是远距离攻击的那一种。对，那好啦，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吧。对啊，我开始会收集这些宝石。哎，我要重新再把这些宝石收集起来，全部给它玩上去。所以看到我开始塞很多东西，对，然后护身符的话，以前都是选择卖掉嘛，我这边也开始放有动的装备，对，到时候可以用。然后护身符我打算留着，嘿，到时候可以移交给下一只。那这个就之后再说。那今天这一集还蛮快的啦，短短几分钟，因为扭牛光本来就不长，嘿，本来就不长的。那我希望就是如果对，就是接下来就是要往噩梦模式，对，所以这个就是下一集的时候再说咯。对，那很谢谢大家观看，也很谢谢那些有在看我影片的，告诉我很多告诉了我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，对，真的很谢谢他们。如果没有他们，基本上我就是还是水，即便有开了银行包包，我也仍然不会玩。嘿，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他们。那今天这一集就到这喽，谢谢大家观看，我们就下期见喽，拜拜。